球场了，哎，今天是香香跟都会合体之日，后见后哎，一个是韩国天花板，一个是我们台湾天花板，没有，而且我今天还为了他学了两三句韩文，真的假的？公开，好好好，안녕하세요，청누림상입니다，청포개스미다，반가워요。翻译一下，翻译一下，就是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香，然后很高兴认识你，谢谢，这样子。我哦哦，大概啦，简短这样子，大概。那你会跟他说加油吗？加油。哦，可以。。你今天跟他见面，你会紧张吗？我觉得紧张不至于，我反而是兴奋的心情比较多，因为我之前就说我已经追踪他很久，而且他跳舞真的很好看。只是当时大家就是把我们塑造成一个哎好不见了的感觉，他有点微紧张。那你之前私底下有跟他见过面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我应该是整个乐天还没见过他的，这是我今天第一次见到他，哇，好期待！所以相见欢之前都只是看照片、看影片哦，然后今天终于要见到本人，对。那你觉得你舞蹈准备好了吗？好吗？还可以吧。我上次验收这支舞的时候，小琴说：“哎，林相这支跳不错。”是不是我整个韩国都？我们中场舞是那个 Jis 的 Flower， 对，特别准备。然后其实我也觉得香香跳的也不错，她的那个氛围感都有做到，所以我也要给香香鼓励一下。你真的不要紧张，因为其实我看得出来香香还蛮紧张，她也怕说哎大家会。多少就会很想要拿你跟他比较，可是我真的觉得不需要比较，因为两个都很棒，两个都有各自的优势，怎么不需要比较啊？真的，对，我觉得很棒，让大家也可以多多鼓励。没错，因为我们女孩也各自不止林香，其实我们很多女孩也都有跳得很不错的，然后也有都很表现很好的，还有不同方面有专业的领域。没错，我觉得这个都是值得鼓励的。好了，大家继续支持我们，等一下球赛加油！不过我还是做好就是坦克的准备。要说一下，做好坦克的准备。不会。好，希望大家，我觉得你的频道应该比较不会那个。不会，大家都会支持我。我们是有爱的频道，好吗？一直相见呢。没有。好可爱哦。好可爱，真的。Kyoka。相会。来啦，第一次练舞了啊！香根都会第一次练舞，加油！当然是不行啊！他跟我说验收没过，记点。都练完舞了，那现在就是各自跑场外的时间。我已经觉得不错了，金刚一起了，不要怕，两个人现在要去参加记者会了。Fighting！ 有人说他在主持的时候不小心口误，他等下说，哎，今天是。都会跟林香他们的首次登出，应该说登场演出。但我那时候可能想到，把它弄做一下好了，登出，然后想，哎，不对，登出干嘛？登出哪里？小小的口误，登场演出。但我相信他们一定还是可以表现得很好。对，可以的，加油，加油！记者会回来会紧张吗？哦，我很紧张了。第一次看到香香的感觉是什么？很可爱，还有非常漂亮，还有韩文真厉害。韩文真厉害是什么？韩文真厉害。韩文真厉害。你的歌
家在练舞，我觉得好窝心，我像妈妈一样，然后拿着这样，我就这样，我觉得真的很棒啊。对，因为我刚刚看到这个画面就想要拍下来。对，小琴好像慈母，对，在看着女儿们，就值得鼓励。小琴真的好温暖哦。不要紧张，各位，不要紧张。跟着上面的舞蹈力量，成长为起来哟、哦。7 8 1 2 3 4 Do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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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ha Cha Bong Da Da Bong Da Da Bong Bong Da And Bong 第一第二一打二三一二三 Bong Bong中场了，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，哎，怎么今天要练中场呢？因为
今天比较特别是一开始有一些女孩她们刚好今天有场外的活动，不是在球场旁边的哦，是整个是在外地的活动，所以她们今天就没有办法跟我们排练到中场舞。那现在就是三局结束的时候赶快回来换好中场舞，然后一起到重训室马上排。当然之前她们就已经自己有练了，然后有看影片站位这样子，所以其实没有太大问题。那赶快练好之后，我们等一下舞局就要上场表演咯。漂亮的都会骂，哎呦，雨真的超大。
赛结束啦，很可惜呢，今天没有拿下胜利，但没有关系，比赛本来就有输有赢，我们下一次再给他赢回来。今天是多慧跟林香第一次同台，非常的新鲜，当然也非常的好玩，相信两位也应援的蛮开心的，因为都期待见到对方，今天也见到了，两个人的互动也非常非常好，我们在休息室的互动也非常好。那有些人问我说，总监你怎么看这两位？对我来说，这两位都是乐天女孩，都是我们的队员，根本不用比较，林香有林香的优点，多慧有多慧的优势，这完全是不同的两个人，我觉得真的不需要比较，我两个都爱，小孩子才做选择，当然要全部都爱起来啊。